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Music Panda Day. Ngồi qua đi, lại hấp chân, như mạn nhân thác chân, quang phang, chính xiêm lăng.回忆却更明亮，想到那一夜，场内两个斗个安个最响。游过的城柱窗，我仍然妄想，呼喊够响亮，或者再到台上，不信这一段。道变了，全无安歌的歌唱。好稀罕，那位当晚问我说场地冷。好稀罕，那位当晚与我去送玫瑰花，发觉我正红着眼。旧座位没有他，就像盛世未到一千压轴就着了灯，我信你也红着眼，寂寞便在红观中一起呼喊，就算再多的嘈杂，我失恋会喊。喊过的来合唱，会治疗创伤，光盼变虚弱，随即撇弃图像，恋爱也一样，还未见过全年演着的歌唱。好稀罕，那位当晚问我说场地冷。好稀罕，那位当晚与我去送玫瑰，发觉我正红着眼，旧座位没有他，就像盛世未到一千压轴就着了灯，我信你也红着眼，寂寞便在红馆中一起呼喊，就算再多的嘈杂，我想起会喊。问问我说场地冷，好稀罕，那位今晚与我去送玫瑰花，发觉我正红着眼，旧座位没有他，就像盛世未到一千压轴就着了灯，我信你也红着眼，寂寞便在红馆中一起搜索，就趁这分钟够下，会喊。耶！多谢多谢多谢你哋邀请我上嚟，多谢。欢迎晒 Kenny， 同埋欢迎晒观众啦，同埋中意我哋呢个节目。Music Panda， 记住疯狂 CLS 啊 ，comment like share， 冇错啦，同埋记得要订阅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follow 翻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 啦。好，关智斌 ，Hello， 大家好，出新碟喎，系啊，大家其实我啱啱系收到阿斌斌只碟嘅系啦，咁啊封面啊影得非常之靓嘅，前面是新的岁月，记得走下去，咁呢个就系嗰个碟名，系，即系你十几年冇出过碟啦，同你。以往的出咧係有啲咩唔同啊？今次首先就嗰陣時就真係啲骨膠原多少少，因為都差唔多成十
幾年前啊，即係之前嗰隻專輯係啊。咁所以隔咗咁耐冇出專輯咧，都幾好成績咁樣樣咯。咁所以就即係托賴啲樂迷嘅支持。係，同埋即係個個都好錫你啦，都係啊！呢個真㗎，呢個真。即係我知道咧，其實你今集咧係邀請到兩位嘉賓，係冇錯，即係非常之新鮮啊，係啦，同埋實實老老，真係實實老老，我都覺得非常之新鮮啊。同埋一陣等佢哋出嚟咧，我哋再慢慢傾下偈啦。好啊，不如聽到一首歌啊，聽聞有首乾爹喎，呢首歌係咪講你契爺嘅咧？講緊一個好 dry 嘅男人，希望你唔係啦呢個。好睇下就有幾 dry。今晚又试试约会某君，如今未必配衬。容许我没兴趣证实这过客会好过前两任。为何离家家猫更动人？为何离家餐厅不吸引？日夜去肉搏又为了什么？无非几个湿吻。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并。人生即是歌，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旅行，仍情愿还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今天我已不懂反应。干了，别太快再掉进海，别轻易的再爱。年长了，便免费对外派发爱，看何由人接待。如何投资可保障未来？如何投资先风险不再？别日算夜算，自助与自恋才堪称作真爱。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并。人生即是歌，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旅行，仍情愿还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今天我已不懂反应。好东西外面近乎没有证，脏东西大路上无限供应。今天起我决定好静。干一些仍未为谁认了命，干一杯让摘着留白心境，谁还期待救星。和热恋不再算大事情，能平复自己笑着也尽兴。聊天的不拒，求下文只好讲心灵。最近我搬去了孤独城，如无事必前来想打听。当天派对不愿停，今天我已消降憧憬。是新的岁月，记得走下去，偏觉得走入了过去，还留在灰的秘密，懒得想下去，偏更加想着美丽的心在粉碎。请给我换过身躯，却换来
眼泪，请给我别再思念一切过去，而忘掉有罪。假使世上没自己，没回忆，没内疚，并没受苦，苦后应许，跟爱之间又废去，让下半生寄居。生于世上为什么？为谁哭泣？为谁痛？并没人看着我睡，好好幽禁在废墟，知我有罪。是很想说着勇敢的字句，可最终只能说也许。还期待一天发现美好的情绪，可最终加密已是壮举。假使世上没自己，没回忆，情感纠缠似水，跟爱之间又废去，让下半生寄居。生于世上为什么？为谁哭泣？为谁痛？并没人看着我睡，即使当我离去，而努力跟我挥手的有谁？谁来拆掉我此刻的废墟？当初的我或者很多感性，但宁愿今天的我一了然。谁在未来问我现在几岁？温柔的还问我在寻找谁？假使世上没自己，没回忆，没内疚，没人去赎我罪。曾埋葬过的创伤至今不退，残破过的心智幻想也无需。世上为什么？为谁哭泣？为谁痛？就当恭祝我们晚睡，好好幽禁在废墟，没过去。没有身躯，请救。咁我話時話咧，即係我知道你今日咧，亦都係帶咗兩位朋友嚟啦，係咪啊？係。即係呢一個咧，我唔知點解，應該冇乜人知道你點解會同佢哋咁 friend 嘅。不如咁樣，你自己介紹佢哋出嚟啦。係，其實我都唔係好知點解咁熟，我都問我哋先。不如請佢哋出嚟問佢啊！好啊，有請 Low Man 同埋 AK， yeah, 多謝人氣男團 Mirror 嘅成員啊！隊長 Low Man。冇錯，同埋我哋 AK Anson Kong Kong 聲啊，康聲康康聲，好靚仔啊！唔怪之咁多粉絲啦，你哋係啊，最靚仔嘅喺中間，唔係真係多謝你哋今日肯上面嚟呢度啊，感激，多謝你。咁但係不過點解我哋會係朋友嚟㗎？其實我想問，你記唔記得我第一次幾時見啊？嗱，如果唔計公開場合，嗯，係咪應該係滑水啊？係喺個船度。哦哦哦，我嗰陣時係應該係你喺咩度㗎？滑
滑水嘅時候，滑水唔喺度，我係因為佢同你滑咗水之後，就因為有我嘅出現，因為我以前成日俾人話係黐線你嘅，跟住佢話特登帶我上嚟，係啦，去咁嘅，去相應咁喺度，我想有兩個 Kenny 喺度同我一齊滑水。係啊，我記得同你咧就係滑水式啦，跟住之後同你班兄弟啦，跟住後屘我哋就演變到咧冬天嘅時候，我哋就。去呢個狼人殺獨立，狼人殺聚會，係啊，狼人殺嘅 playmate 即係我哋成日玩嗰啲 board game 咁樣樣咯，佢哋都幾嘈嘅。我想講，我都跟住後屘，我又問翻啲戒論社，我話之前嗰晚有冇嘈到你啊？跟住我入咗房聽唔到啊。但其實另一個就係因為。因為 Kenny 成日都會請我哋食飯，所以我哋成日都會揾佢。係啦，永遠都成日想打擾佢啫。咁啊，食下食飯。咁 wait serve 嘅時候係咪都係佢俾錢啊埋單啊？呢個唔係，呢個唔係。呢個唔係。呢個好均勻，大家就夾翻船錢啦會。係。所以我話咧，其實 wait serve 呢樣嘢咧，係真係可以係結識到朋友，因為你好多時間喺架船度啊嘛。咁我想問下，你哋係約埋定係本身係即係可能係有個 friend 諗 friend 咁樣喺個船度見啊？我哋係 friend 諗 friend， 應該係馬里。係啊，係我哋玩開，跟住就話，不如一齊玩啦，咁樣租架船咁樣。咁既然你哋咁 friend 啦，即係嗱，一定要問佢呢句嘢。咁有冇一啲，你哋有冇 friend 到去，大家係有一啲秘密可以互相去爆下咁樣嘅咧？有咩秘密啊？秘密啊！我琴晚已經率先聽咗只歌，算唔算係秘密？搶先試聽，佢仲要黑之呼吸。同埋 Kenny 嘅新歌，我都係有得，我哋都有得搶先試聽嘅。即係我有時去 Kenny 屋企食飯，就話：我只歌走出嚟，我哋一齊聽下。咁我哋就會有得呢個優先試聽權啦。我哋嘅秘密咪就係咩咯？佢哋喺屋企咧就會，佢哋成日會開翻佢哋造星嗰啲片出嚟，咁自即係互相廁殺一番。唔係，我要重新反省，唔係我哋想開。是你哋想開，而係你哋想開嚟睇我哋睇自己嗰個尷尬咁樣。係啊，你哋特登要喺我哋面前播翻我哋造星嗰啲出錯嘅片段啦，然後要特登大家重温多一次。同埋睇翻阿花姐嗰陣時。係啦，咁緊要啦，關小斌，我想問一下咧，嗱，即係你作為係一個前輩咧，叫做你點樣睇呢兩位後輩，同埋你覺得佢哋而家即係咁受歡迎，你覺得佢哋係抵唔抵咁受歡迎咧？其實我覺得好覺得好驕傲添，係即係我以一個聽。聽眾的角度來看，因為我覺得即香港這麼久以來沒有出過一個即男子組合是製作精良，即看他們每個人的 MV AK 的 MV Mirror 的 MV 姜圖的 MV， 還有他們每個人都身懷絕技在這裡，他們整班一起的時候就很有那個凝聚力，即我們作為觀眾已經很想看他們，而在香港很久沒有出過一對咁精彩嘅一對組合啦，咁所以我係真係覺得好驕傲啊！好驕傲，真係啊，真係真心啊呢個。咁嗱，不如你驕傲完咧，不如我哋唔好傾住啊，不如我哋聽下歌先好嘛？好。萬能合夠一半，隨自己。屋企痛處飛，七歲幾膽敢預言自己操一手戰機，但到一定年紀，經不起經濟起飛，放下志氣，喜中帶悲，萬能俠大義漸成歷史，彷彿一世紀。穿梭肌肤挽救时梦想星空中跌死，为了生活而放弃，要奋斗来迎进口令，世界是大人游戏，那幼稚预言谁谨记，时光机留给你回忆里谁带路，假使间给你再做，问你又会否寄望更高，傻瓜机留给你谁欢笑谁愤怒，想当初预言无数，世界有太多变数，这首歌是你的，我好喜欢这首歌。
能合作日夜成队友，通通引了句新世纪福音二潮动画，一早不再追。面对生活流水，天真给几次榨取，往日战友一一退队。不记得梦幻乐园地址，消失于市区，一双双互为地球漫画，安息于废墟。习惯失望和气馁，有勇气原来亦有罪，以刀打大人连衰，那伟大预言无根据。时光机留给你回忆里，谁带路假时间给你再做，问你又会否寄望更高。傻瓜机留给你，谁欢笑谁愤怒，想当初预言无数，世界有太多变数。时光机留给你回忆里朋友好，只懂得欺骗细路，奉劝别太早仰望太高。傻瓜机留给你，谁苦战谁却步，青春的预言无数，有哪个信守到老。好嘢，终于可以有机会同你合唱呢首歌。我好榮幸呢、這個，你話下次要加段 rap 喺入邊嘅話，完咗。哦，寫一段係嘛？好啊，可以啊，下次就三個一齊 jam 啦。下次可以三個一齊好。
thank you。仲要多谢 Ian 啊，真系好听啊呢首，写只咁好嘅歌俾我，唔使客气。代答。咦，你哋两个咧第一次合唱，好似好啱 key 咁样。个感觉系点嘅？今日系咪你哋即系正式系第一次合唱噶？official 嘅話係，但我哋每次去 Kenny 屋企食飯聚會嘅時候咧，食完飯我哋就會攞支吉他喺度迎風晚會嘅。迎風晚會，佢就喺度練曬嘅，佢好中意彈謝霆鋒遊樂場嘅，同埋佢唱得好聽嘅，同埋一隻英文歌又好聽。哦 ，When you sing nothing at all， 係啦，跟住之後 Long Man 就會喺隔離就會Locking 啦喺度跳啦，係啦 ，Locking 同埋。咁啱啦，我想話咧，其實咧，你哋喺屋企自己會 jam 歌啦。今日咧，亦都係嚟到我哋嘅屋企咁嘅感覺啊，係啊。即係如果你今日如果你 feel 到嗱，譬如我哋喺個廳度咧，我哋有個琴啦，我哋有卡康啦，我哋有兩位又請到兩個樂手啊，隔離啲鄰居嚟嘅呢啲係啊，係啊。咁我哋多謝多謝大家，多謝大家，著住拖鞋嘅。咁我想問下嗱，三個兄嗱，我哋今日當你哋三兄弟 ，OK 嗱，全部都係啲即係啲誒孖仔同一個細佬。孖仔，我想問下可唔可以 take 一 take Long Man 同阿 Kenny 其實真係有啲似。一樣嘅，係啦。其實你俾人話你似我，你有冇唔開心？嚇，點會唔開心啊？我係唔開心，係唔夠似你啊。係啊，唔係我哋後屘相應咗咧，大家望得耐咗，又覺得冇咁似你。我覺得 Long Man 即係再細個啲嘅時候，個樣係再似你啲嘅，因為佢嗰時。你捧住個生日蛋糕咧，嗰、哦那個中學嘅，中學嗰時係真係似好多嘅。因為我哋兩個隻眼都大啊，同埋輪廓深啊，即係我哋都似啲鬼仔，係啊。阿洛明俾你講下，因為你係隊長啊嘛。咁有冇有時即係有啲成員係激到你，或者遲到，或者咩你，而你係要爆佢哋嘅咧？喺 group chat 裏邊。一開頭會多啲嘅，邊個係會多啲俾你爆啊？邊個會嘅話，就我哋睇翻以前啲訪問就知噶啦。一開頭未改嘅時候就敏震啲嘅，係因為你遲到，你又阻到人化妝整頭，又阻到我化妝整頭，係啊，好明啊，好明啊，係啊，所以會嬲啲嘅，係好明啊，係啊，而家都好啲噶啦，而家不過同埋通常係。通常可能我哋要夾一啲作品嘅時候，就又會鬧下交或者認真冇，因為大家都對件事著緊嘛，就會真係會有翻啲力水去講嘢。但我覺得嗰個又未去到嗌交，大家都係良性嘅討論，因為大家都即係十二個男仔係大家都各有自己嘅主見。通常我哋可能夾一啲表演或者 item 嘅時候，咁大家掉意見嘅時候，都會對自己嗰個 idea 係堅持一下，然之後但係始終最後就花姐會出嚟做一個最後嘅調，唔係佢唔係調停嘅，佢會做一個最後嘅選擇，因為始終。佢係我哋嘅經理，亦都係佢本身做開監，最後把關，最後把關。眼紅互相眼紅對方嗰啲情況。眼紅啊，眼紅與滴眼淚水咯喎，眼紅好意思，都冇乜，都我唔係我嗰個，我嗰個都麻麻地嘅，我嗰個。你嗰個係咩諗住啊？要滴眼淚水啊，所以我嗰個都麻麻地嘅。唔係即係嗱，即係講下，即係其實可能男仔裏邊咧，可能少啲呢啲問題，因為譬如講我自己喺 LMF 裏邊，亦都係十幾個人嘅。但係好彩咧，我係最細個，所以咧我都係收 order 做嘢，我都係聽一個即係我哋嘅隊長講嘢啦。咁我想問一下，即係譬如我哋可能喺裏邊咁，實會有啲可能會多啲 attention 啊。咁你哋會點樣去即係去平衡翻呢個心理咧？即係譬如你出到嚟嘅，可能係哦某幾個係可能係多啲人認識嘅。咁嗱正常噶嘛，就算喺 LMF 裏邊嘅話，四個 MC 一定係一出到嚟，大家喂阿仁、阿肥、阿傑。KB 呢個係邊個嚟嘅？呢個哦 ，sorry， 唔好意思，我打鼓嘅，我係鼓佬。咁你哋會點樣去即係去平衡翻呢一樣嘢咧？點樣平衡翻啊？冇嘅喎，通常嗲下花姐佢哋咯，係啊，嗲下花姐，嗲下寶姐咯，係啊。你得閒叫佢車下我翻屋企啊，得閒請我食下飯咁樣咯，都係。但係不過我覺得咧，佢哋 MV 入邊咧。睇曬佢哋每一個人都出彩嘅一個地方，而當佢哋十二個人 group 翻埋一齊嘅時候，又好好睇。即係特別我哋最新嘅 MV 嗰度咧，我睇咗咧，即係每一個人咧一突出嚟嗰個位咧，我又會好記得。但不過當佢十二個人喺一齊嘅時候咧，又會係一個力量，我又覺得。呢個其實真係 boy group 或者男仔個力量嚟嘅，即係我唔係話想係咁 sell 自己啊。咁但係咧 ，LMF 都係噶，我哋各自各咧自己都OK 啦。但係當你一翻埋位，即係十二個師兄弟一。翻埋位嘅話咧，喺個台嗰個力量係幾大嘅？貴位係貴位係啦，貴位。咁嗱，你哋十二位嚟緊有演唱會啦，係咪先？咁話其實嗱，好多人咧都買唔到飛噶啦，係啊。咁啊，有冇一啲嘢可以透露下，等啲人恨下或者羨慕下咧？演唱會就勁歌熱舞一定少不免噶啦，因為其實本來個 show 應該係上年開嘅，但因為疫情嘅關係就延遲到佢今年啦。咁其實真係大家都寄養啊，好掛住咁。你再遲多一年開，真係暴動噶啦，咁搞，即係你啲 fans 真係成個九龍灣淪陷啊！咁啊，依家大家其實。
實已經開始積極排練㗎啦。咁啊，無論係舞技啊，或者係歌藝啊，或者身體上都開始已經 prepare 緊啦。咁最希望就當然個男仔係膚淺㗎啦，只要你操得夠大隻，就任何時候都上路㗎啦。如果我操到好似 Candy 咁樣嘅話，因為你見我都係用過呢個技量啊嘛。咁啊，隊長咧？今次會得意啲嘅，今次可能會有啲你哋平時唔係好睇到嘅組合嘅，係啦，咁就可能真係平時會少啲，你唔會估到佢同佢夾嘅喎，我哋就慢慢喺度討論緊、研究緊點樣可以將呢啲唔係成日見到嘅組合點樣可以融和得好啲好睇。即係花姐同姜圖可能會走出嚟。我哋有一個係冇見過的組合就係花姐同寶姐嘅，係啦，就佢哋類似一個女子組合咁樣粉我期待喎、呢個係嘛？係啊，佢哋做 twins 好喎。討論緊呢啲嘢嚟。哦，呢個應該要納入呢個流程入邊。最好反應一定係嗰一幕啊，應該。以下一首歌一定會唱啦！而家我哋送俾大家一個三人限定版啊，或者限聚版都得，三人限聚版。One two。聽講於冰島可以困火山，聽講於加州可以掃沙灘，然後租一卡火車景緻做個探。角落都飽腩，度假需要力氣，必要懶。盼世界有什麼感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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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做我喜愛時光怎麼會慢？怎麼會難？可給我豁出去隨便玩，都有權不玩才是。早机出发晚机返，只需一想起可以过海关，前面多少的风光将会被赞叹，哪怕那胜利多么难，度假需要力气，必要懒，叹世界有什么感叹？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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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试过怎么会慢？怎么会难？可给我豁出去随便玩，都有权不玩才是叹。消遣太易，刻苦太难。即使我放的假到底有限，你与我其实每天出发，担心太易，开心太难。将工作当嬉戏，唱心尽游一番，不等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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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做我喜爱事过怎么会慢？怎么会难？可给我豁出去随便玩，都有权不玩才是叹。我哋啱啱好包剪揼喎。One, two, three, four。入半秒理性跳进雪柜里清醒冷静，十难道涉事诱发的火喷喷飘情，不懂反应，爱你要压上性命，还是如戏加速暖化融化冰川不要停，今晚我却不会停，有只雪炮要扑向火警，摇头吧别作声，情爱自然有炸药，当天山那边脆弱，别对我微微笑着，一包着，然后说不约。爱够那个已届满，你说最近欠新欢太闷。被超高温处理，沸腾了血管，再灼热气管，氧气与氧气兑换，还未
如雾，摸黑探索路放心火的窍，找到寂寞的暗门，我都把美托了也不管，来承认我喜欢。啦啦啦啦啦啦，情爱似燃油炸药，钢铁山那边脆弱，别对我微微笑着，忍包着，然后说不约。狂热到无法想象，最爱这样。谁在燃烧着？有得我爱情雷能遭殃。明明幻象非常幻象，但我想不小心可一枪。炽热熔岩为你在流动，意识即将融化。办法操控，等上电流跃动每个细节毛孔，暖流激活细胞，喷射如泉涌，指尖即起狂热，暴暴暴风跳入火红激流之中，意外扑空跌入华丽神秘黑洞，引力瞬间拉扯将我捉弄。啦啦啦啦啦啦响。情爱自然又炸药，钢铁山那边脆弱，别对我微微笑着，忍花着，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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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牵得着。若不若，其实若不若，其实若不若，若。三位都有個共通之處嘅，都是叫靚仔咧，咁好容易咧就俾人覺得是偶像派。但我要幫佢哋澄清，佢哋偶像派得嚟咧係有實力嘅，所以我哋叫做實力偶像派。神偶派，神偶啊！咁我想問一下嗱，即係靚仔啦，又偶像派咁樣啦，咁有啲咩著數咁樣嘅？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你可以話啊冇啊嗱，咁靚仔咁樣，大家都記得我 Mira 咁樣都去到茶餐廳飲嗌凍檸茶唔使加兩蚊，有冇呢啲咁樣嘅福利嘅？應該要問 Kenny 先喎，美顏盛世啊你真係係咯 ，Kenny 應該你最多優惠啊！我呢啲係廿年前嘅優惠，嗰個 coupon 已經過曬期啦，已經。你哋講下你哋有冇？你話去到嗌杯凍檸茶少兩蚊又真係冇嘅，但係。禮貌好啲啦，大杯啲啦，禮貌好啲咯，即係姐姐係咩事？係啦係啦，佢過嚟唔係又點啊？又點啊？落得未啊？嗌得未啊？會唔會唔使排隊咁樣樣？又冇喎，真係冇試過。我哋就算點，我哋都會好好守規矩嘅，即係好乖啊！但係有人有試過請嘢食嘅，去餐廳食過係有請。喂，誒多加油啊！你哋請你哋食㗎咁樣，係有呢啲嘅。都一定有着數啦，即係如果因為我哋呢啲咁樣都有嘅話，你哋一定係冇可能冇啦。同埋咧，一出道咧成為焦點啦，咁由一個普通市民咧成為偶像咧，個心情係點嘅？飄飄然咯，我嗰陣時就你知應該好啲。我哋嗰陣時，不過我哋係即係我哋唔係一下直接由素人變成藝人嘅，我哋經歷咗差唔多半年嘅比賽啦。咁喺個節目度係其實慢慢會越嚟越多人認識，慢慢越嚟多人關注，然後去到完咗比賽，去到出道。咁其實雖然都有個時間俾我哋準備，但其實頭幾個月嗰個轉折位都好唔習慣嘅，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完咗比賽十月，跟住十一月就出道啦。嗰時都仲係覺得我係一個參賽者，我一個素人定係？我已經成為一個 artist 然後一個月後就開演唱會啦。嗰件事我哋都其實都未消化得嚟，所有嘢都，然後就所有嘢都含聲咁樣去。Lockman 咧，到今日我坐喺度唱歌，對面係好消化到噶。今日係啊，因為我本身唔係一個歌手出身噶嘛，不過係因為全民造星所以練唱歌，咁啊突然間要坐落嚟唱歌。今日算係我第一次真係以呢個歌手嘅身份坐喺度唱歌，好榮幸啊！多謝你啊，真係唱歌擔。唱歌擔當多啲嘅真係第一次啊！啲我想問下，咁其實我哋都認識咗一段時間啦，即係你有冇諗過你有呢一日係無啦啦由可能係dancer 到變咗係 artist 咁樣嘅咧？即係其實你之前都拍過，即係拍過戲啦，跟住後屘之後都係做翻好多跳舞嘅嘢啊。咁你有冇諗過真係無啦啦係變咗真係叫做一個 artist 出街係真係會好多人去認得啊，去成咁樣咧？Artist, 反而我覺得是男子組合呢個身份真係冇諗過，因為可能之前都是拍廣告可能演戲啊多啲嘅，可能我會唔會係會成為一個演員先咧？話點知玩完個比賽就突然間變咗個男子組合，變咗歌手，係呢個係比較得意嘅，我覺得。
喂 ，Lot Man 啊，聽聞咧，好似而家你 solo 咯，點解你會揀周仔呢只極樂嚟唱咧？哦，因為點解會揀周仔呢只極樂？因為好中意呢首歌咯，呢首歌好有正能量，所以其實我又話咁樣講，以前聽嘅時候咧，或者啱啱聽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冇機會？即係我好中意唱呢首歌，所以有機會啊，不如試下揀呢首歌啦咁樣。但係今次咧，我係未必係 solo 嘅，我同 AK 一齊合唱嘅。OK。咁我想問一下，咁有冇唱過 live 呢只？冇啊，真係我哋都係第一次唱呢只歌。第一次啊，咁就不如講啲好老土嘅嘢啦。好啊，不如繼續試一下啦。好啊 ，One Two。工作工作工作，更多工作。都不知道替谁喷破，难道你的快乐以薪水定厚薄？反驳反驳反驳，我想反驳，今天身处并不是死角，要以命搏才有收获，逃生可以学，找个他用不生的气力恋爱，找架车用不生的气力去开，留下你这个旧壳，灵魂再找个附托，爬起来行出来，来翻破，来寻觅快乐，请装上装上你摩托，四围浏览身还有知觉，游乐场藏在一双忘掉角落，谁人愿开拓，乐趣就会来，别毫无动作，而极乐的快乐，也许不必真的上天国。醒觉醒觉，快点醒觉，只得工作才不能解渴，你接受了才叫刻薄，别因句跌亡，找过他用不生的气力恋爱，找架车用不生的气力去开，留下你这个旧壳，灵魂再找个附托，爬起来弹出来，来翻波，来寻觅快乐，请装上装上你摩托，四围浏览春还有知觉，游乐场藏在一双忘掉角落，谁人愿开拓，乐趣就会来，便毫无动作，极乐的快乐，也许不必真的想天国。定有旁人能拯救地球，若有能力留些给娱乐，由你孤身的承托，无疑不来寻觅快乐，他等你等你去搜索，四围浏览春还有知觉，游乐场藏在一双忘掉角落，谁人愿开拓，乐趣就会来，连毫无动作，活着很快乐，你怎舍得一早上天国。我剛才呢好珍惜呢阿 Lockman 唱歌嘅时光，你有冇发觉我只眼好似离开唔到佢咁样。你係咪俾 rap 耽误咗嘅歌手嚟呀？同埋俾 locking 耽误咗嘅歌手？唔係，我都唔知係俾咩耽误嘅乜嘢啦，已经好乱啦嘢。好啦，咁你哋唱完嗰隻极乐，咁我就送返隻歌俾你哋啦。
信心，却飘得仿佛水墨。我要看愿景，却始终仿佛守住舵。天天有烦恼，怪世界太讲彩数。你会说有时大嗌很好，两个要上街喝啤酒必须冰冻，两个去唱 K 由得我这个哭诉。想得到得不到，哪个有心知道？有人为我讲道，手足只得两个字，所以只有两个字。今晚很想见见面，想散心心照得你可以。难解释难休息，城市太多争霸战，各有各去，应知天光壮志。手足只得两个字，感觉点只有你会知，不必多讲半个字，一辈子只有得你可以。谁失踪谁失忆，城市太少不会变，各有各去，应变天黑想见。我解释他听不到，厌到要转工，连很多次都找不到。天天有烦恼，怪世界太想不到。你会说会挨就过得到，手足只得两个字，所以只有两个字。今晚很想见见面，想散心心照得你可以。难解释难休息，城市太多争霸战，各有各去，应知天光总迟。手足只得两个字，感觉点只有你会知，不必多讲半个字，一辈子只有跟你可以。谁失踪谁失忆，城市太少不会变，各有各去，应变天黑相见。担起了太多轻松，却太少，方知道这就叫成年。一起去眼前，一起去上年，方知道和谁极相似。手足大周越到心事，就好似越讲越觉越识运钱，对住女友想做守护天使，同屋企人净系识得睇电视。好多事我都唔知想点，好多嘢想变，但唔知点变。好彩识得手足两个字，人越大就越想幼稚，就好似越变越想玩下手指。同事朋友多到从门展，对住边个先至唔使变脸。好多事我都唔知想点，好多嘢唔掂，但唔想人知。好彩仲有手足，手足手足两个字。歌 ，thank you。咁啱啦，啱啱唱完手足啦，咁我哋不如玩咗个游戏咧，就玩出卖手足，好唔好啊？好，系啦，咁我哋即系都玩出卖你哋，出卖手足。系啦，即系其实虽然手足系唔应该出卖嘅，但系即系一个节目咁，点都要玩少少啦。咁、我哋玩，不如玩呢个 Mirror 之最啊，好唔好？好，嗱，我问先。Mirror 最贪靓系边位咧？你哋觉得？阿 Kenny 答。我估啊，我估嗱，你唔好望住花姐，花姐唔系 Mirror 嘅 ，OK？ 我估 AK 啊，系，竟然估我，我成日见嚟见去都系着嗰件衫，唔系，因为佢好注重自己嗰个身形啊，即系成日话要去做运动啊，咁同埋佢有问过我点样去护肤嘅，咁、所以我觉得佢系贪靓嗰个嚟嘅。Lock Man 你觉得咧？我觉得姜涛，如果佢可以照镜二十四小时嘅话咧，佢系真系会照足二十四小时嘅。系咩？我好似同佢机紧，我又真心唔觉得佢贪靓。因为冇啊，冇镜啊，大自然冇镜啊，大自然冇镜。水面就可能有，佢就咁样睇 keep 住，跟住搞个执音啦。丹儿姐，我俾你问一个，最为食。
都係呼之欲出嚟。係啊，係咩？哇！我又覺得係你喎、啊、呢、這個，點解我咩都覺得係佢？唔係，佢打邊爐食好多嘢嘅喎，因為唔係德仔食得多啲，德仔食得多啲 ，Elton 食得哦 ，Elton 哦 ，Elton 都食得多。食量多同餵食又唔同嘅。係啦，係啦。餵食嘅話就真係寫佢其誰噶啦。餵食咁咪 Elton 係嘛？唔係，都係姜圖。都係姜圖。佢有食就癲嘅啦佢。哦，佢都幾中意食嘢。係啊係啊，呢個係啊呢個係。咁最迷信咧？最迷信啊！迷信其實都冇乜邊個最迷信、啊、我覺得。我覺得最迷信係花姐。哦，因為佢有戴水晶。係啊，鐵線拳咁樣啦，啲水晶。咁花姐最錫邊個？花姐最錫花姐。十二個都錫。嗯。喂，好識講嘅喂。呢啲一定要係咁啊！十二個都錫。咁花姐最唔中意邊個？我唔中意。我呢個路人估我啊。花姐最唔中意我哋扭計嘅時候。喂、哦，係啦。咁邊個最白厭咧？其實個個都白厭。係啊。是但不過大家在不同的地方百厭不同的範疇百厭是吧不同的範疇百厭即是他每天好像有十二把刀行著他開工是啊應該 是他 keep 住好像吃藥一樣每隔小時就有不同的人去閉他不同的東西所以其實他很辛苦 keep 住整天都是被人百厭其實這樣才是保持一個人、就是、青春啊就是很有活力的狀態因為那個腎上腺素經常很高、啊、是 keep 住都不斷煲著個人的嘛最受大家保護呢？最受大家保護，即係你可能有一個係，即係大家都成日都會誒，唔好啦，我頂啦，或者係有時佢可能誒即係遲到或者乜嘢，咁你哋可能會誒，其實佢真係可能真係咁啱，可能真係塞車嘅。我嗰日咪 Jeremy， 你哋好似佢好似唔係好點出聲，你哋都好保護佢喎。但係去到啱，我哋都會保護嘅。但係去到啱啱嗰個例子，我哋就唔保護噶啦。搞錯啊！ Okay. 遲到哦。但係講保護嘅話就又係姜圖啊，係啊，都係姜圖，因為佢只腳成日痛啊，所以有時我哋都會就住佢呢個方面，即係排舞嘅時候，係啊，我哋都會好 focus 咯，喂，得唔得先呢個動作 ？OK 噶嘛 ？OK 噶嘛？呢個會多啲問嘅。我哋影相通常都會分兩排，我哋就多數都唔會叫姜圖做前面跪嗰個，因為知道佢只腳即係唔得。哦，即係原來即係都兄弟情都好錫佢嘅特別。咁我想問一下，咁有冇一個係即係每次一 break 嘅時候咧，第一時間咧都係即係瞓。呢個隔離天係啊，呢個隔離天喎，喺隔離天肥仔喎。佢咧有個絕技嘅，真係佢以前比賽嘅時候，無論 anytime anywhere， 佢只要一熄機，一分鐘內一定瞓得著。職業訓練局好犀利，職業訓局，職訓局秒速入睡啊！哦，咁即係咁啊！我哋都問咗咁多啦，其實咧觀眾咧其實亦都係可以成日都會喺網上知道佢哋好多啲嘢嘅。咁譬如咁樣啦，又係時候聽隻歌啊！咁橫掂三個人喺度，咁不如就唱啲兄弟啲嘅歌嚟，好唔好啊？好啊！不如叫做男子組啊，唱男子組啦！男子組，男子重組我哋，限定男子組啊！好，限定男子組。好。你的心情我能感受，还有什么话说不出口？压抑 something， 对我们再次有些事情需要你知道。兄弟，大黑 ，AK with long man， 看你出现。中环人手工最太黑皮鞋收埋，穿山出肩颠覆黑七零年波鞋，臭狗脚踢下老友踢下波冇坏，细个嘅老友到晒，个个都肚腩大，新波裤衫脚皮球冲出球就拉柴，心情如小孩，做晚闷闷通山嗌，波有一次埋，吹水懒灰鞋，三枪机到处派，大力射咗出界，身边靓女走晒，我额头秃鬼晒，廿岁仔咩？吓晒气，你系咪要想？死想死你都有牌，这楼我点供晒，一身屁股的债，扮眼湿湿，扮晒噏耷，但系我都冇钱，点借钱你还欠债？老友咪叹气，我点帮你 ，baby？ 真真两臂拍拍背肌打气 ，baby？ 你要恭喜，相当天可以孩子气。赚赚血男子组，求你死仔嚟埋堆啦喂，死了玩得起玩埋死仔吧，
再乜鬼金牌一齐跑越都跑埋，小球像一班企鹰跑全场死挨，收几弯先间大悭逼琴狂咬齐，踢两下个个断气，个个烟瘾大，老友几老个老二对脚鹰前去埋，呢班波当打时期攞小热球金牌，呢场全玩鞋大难白跑跑得快，口水都干埋，踩波车咬齐，乜筋都抽过晒，佢净恨斗兵领快，啤酒浓渣对晒，身几游得好快，系咪要瘦身减？成日在蔑视自己个小女孩，翻工我翻早晒，我份人工格晒，又未到炒得，未算死得，就算炒最多租最优，畅游世界。老友咪叹气，我点帮你 ，baby？ 真真两臂拍拍背肌打气 ，baby？ 你要谷气，想当天可以孩子气。今天赞赞气，男子组靠你。细个大家执波很快，个个大把潇洒走上街。球场维基行行企企，平台瞓觉，如似我食都饱晒。要买黄金爸爸积买，细个话知当街小过街。童年是你，童年是我，乱群结拜，整个世界我玩晒。老友咪放弃，放多晒气。这种意外，你赞我天生可爱，不愿看着我离开。同伴也话我傻，喜欢受挫，宁愿情敌在想我。人天生根本都不可以爱死身边的一个，无奈你最够刺激我，凡事也治到我，几多核心的教唆我亦捱得过，来煽风来点火就激到我魔，谁恋爱就多障碍，死性我不想改，如我没有你的爱，我没法活得来，情人的存在是我从来都自在，难在我空手入爱。我怕可一不可再，难道你被爱都有害？我确信天真不会傻，威力会移山填海。同伴也话你傻，喜欢受挫，宁愿情敌在想我。人天生根本都不可以爱死身边的一个，无奈你最够刺激我，凡事也治到我，几多核心的教唆我亦捱得过，来煽风来点火就激到我魔，谁恋爱就多障碍，死性我不想改，如我没有你的爱，我没法活得来，情人的存在是我从来都自在，难在我共守让我。身边的一个，无奈你最够刺激。
激我，凡事也治到我，几多核心的教唆我亦捱得过，来自风来点火就激到我魔，谁恋爱就当障碍，死性我不想改，如我没有你的爱，我没法活得来，情人的存在是我从来都自在，难在我共受让我好好啊，我相信咧，今集之后咧，乐坛又多咗一对新嘅组合啦，系啊，就系 KKK， 你哋真系好夹啊，你哋夹啊！再次多谢 Kenny AK 乐文、Jackie 同埋 Andrew， 仲有最后一个 K 四 K KB， 冇错系四条 K 啦。多谢丹儿，多谢丹儿。大家想睇边个歌手咧，记住留言啊，我哋会留意到噶。冇错，仲要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IG 同埋 YouTube 啦。下个星期 Music Panda 再见，多谢，拜拜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Music Panda Day.